直播啊，笨蛋。怎么会是重播呢？是直播，小笨蛋。哪里啊？嗯，要不要帮你是不是要好好休息了？这身衣服不就是你今天选的吗？嗯，
可以哦。咱们要当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，男孩子不可以说不行的哟。小肚子不好看吗？不喜欢姐姐的小肚子吗？很喜欢有肉一些的女孩子呢，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吗？忘记改了，风格里
峰哥，可以联系一下那个 NY 哦，你可以联系一下 NY。感谢瑶瑶哥哥的三个荧光棒。刺激的。你在吗？你那个后面写那个记得联系，记得联系那个米哈哈，那个去除一下，你就是那个刷了两个字去掉，然后联主动联系我，你改一下那个文案。峰哥，谢峰哥的三本魔法书，谢谢宝宝。感谢宝宝的魔法书，谢谢宝贝的魔法书。只有小笨蛋还在问，聪明的小宝贝，已经在吃东西了。
不用禁言，你后台这边负责一下就好了，禁言什么的不用禁言，因为最近节奏本来就比较大的，你不用管这么多。不行了，怎么办呢？
没有的事啊，没有的事。七九八的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刷刷七九八。刚带母是的，刚刚人比较多一点。一个一号哦，佳佳。是呢。六九八集合。大家都冷静一下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，都不要说了，大家都冷静一下。戴姆不要说了，房管我测一下，恩威也冷静一下，大家都冷静一下啊，大家都冷静一下。对，不要跟观众对线，对，大家都稍微冷静一下。不要说话了，好吧。NY 是那个冷静一下，不要再跟观众对线了，好吧？要不然就你来播吧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播下去了。我已经非常努力的在圆这个场子了，你还要跟这些小黑粉们去对吗？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故意搞你心态的。但是你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况的话，其实是比较伤害我的，你知道吗 ？NY。我记得，我觉得我跟你说过这个问题，我说过很多次了。另外，你得稍微的，就是压一下，你不要跟这些黑粉去骂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们的黑粉是成群的，你一个人骂，你知道吧？骂不过来的，你懂吧？对，另外你别生气，你那个缓一缓，你骂不过他们的，我就算再护着你，就他们也还是会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护着你，他们也是骂的。就骂不过他们，然后这样会比较影响我的直播间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无数遍这个问题了，不是骂人就是去跟他怼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用理他，你去理他的话不是一个房管该做的事情，懂吧？谢谢佳佳，感谢佳佳的松鼠的一个虎牙一号。那个看一下那个你的后台，我今天我是还能播下去吗？我想问一下。对，是的，就是 NY 你就是没有必要理他们，一回的嘛，他们的话就比较兴奋，然后你的性格，对，又比较冲动一点。你去看看书吧，没事没事，你去看书吧，哈哈，一会儿就来了，我刚刚让他去网吧了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好，咱们把那个继续下去。
除爱守护在哪里看？那个是就是守护，不是超级粉丝，就是守护。除爱守护在订阅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爱心，然后带着个小翅膀，然后它有个超级守护、至尊守护、除爱守护，你可以选。我说我开始助眠以后基本上是不跳舞的，除非是就是解锁一下，就是两个虎牙以后一上我才会跳舞，不然的话直播间兄弟们突然要放很嗨的音乐就会吵到他们。对，就是我助眠之后点舞是有门槛的，哥哥加菲哥。对对对，原谅一下，童宝要吃饭。对，恩恩是个可爱的女孩子，你们就放过她吧。女孩子嘛，对，原谅。不要说话了，吻我，闭嘴，别说话，吻我，你总是关心别的，都不在乎我了吗？不要嘛，你关注一下人家呀。你看看我，不要说，不用再说话。你看看我，多多关注一下我嘛，好不好？拜托了，哥哥。
那我可是要加速了。来了，我要加速了。
换我过来帮帮忙。这边不就是右边吗？有声音的呀，它是左右声道的，知道吗？现在是右边，这边是左边，是有声音的，它只是左右声道。我在这边的时候就是左边，我在这边的时候就是右边。谢谢花火。Thank you.
他不理你吗？哈哈，理一下那个是禁言啊。哈哈，那个禁言是今天开了守护。他可能还在处理着，稍微等一等啊，不要着急。对的，对的，是今天。